与其半途而废，不如就让结果是好的。如果结果还是不好的，不要怪我啊。没中，我没有把那个主机往阳台下扔就不错啦，我还 po 文分享嘞。漆黑 BOSS 饰品碎片，绝对不会出梦妖和指挥官耳环，这两个东西呢是不可能会出现的，所以呢各位千万不用担心，听好咯，不会有梦妖和队长耳这两个东西，绝对不会出现。一、二、三，啊，可以啦，吓死我，可以啦，好不好？这个比威尔舒好吧，是不是？我们等下全部金箱子累积起来一起看，OK 吧？我抽了700颗了，各位。你们还有什么好地方吗？快点，不要藏私了，把你们想得到的地方通通爆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一颗轮回就好，就一颗就好。走起，拜托拜托，赶快啊！聊天室，看影片的各位，集气一下，黑黑方方的，好不好？就一颗就好，我绝对不要相信最后的金箱子，那个金箱子真的不太可能中。究竟轮回杯时有没有可能出现在这一次的直播中？究竟里欧我的频道有没有可能第一次看到从黄金苹果？我知道了，各位，我知道了。刚刚呢，工程师一定想说，哎呀，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可怜，对不对？好啦，不然我就帮他调个几率，然后呢，他让我重新登录，然后那个几率呢就会重置，是不是？不要瞎掰好吗？我相信呢，刚刚那个是重置几率。等我抽到轮回杯时呢，到时候你们想放几个稻草人就放几个稻草人。我们继续，这不是做梦。我就不觉得葫芦有这么好抽啊。我们全部速抽哦，好吧？是你们说速抽比较好抽的啊，拜托拜托拜托。哇！我清这么多格还能够抽到满，这垃圾大集合哎！来喽，继续抽，继续抽。拜托啊，轮回杯石，我要一颗轮回杯石，我不管它的几率有多低，我不管是不是 Q1 那一颗都没出。哇，真的只有碎片欸，我们有机会再凑50个碎片吗？我觉得不太容易啊。我没办法再按快了，我只要再按快，它就会卡住。哇，满了满了满了，这个没办法，因为这个位置真的不太够，而且这个苹果的垃圾真的难以想象。好，来啦，继续。哇，怎么每次一抽下去都是碎片啊？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几个碎片，27个了欸。那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再开一次欸。那个葫芦当没看到就好啊。今天的直播呢，那个葫芦你们都当没看到就好啊。防具变换箱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开到50个碎片，因为待会我们有金箱子，金箱子也可以开到碎片，虽然目前没开过。来啦，继续啦。看一下啊，拜托啊，轮回杯十，哇，两个广播。卡烂了，卡烂了，各位，我感受到刚刚那个，刚刚卡那一下，一定是工程师在调几率了，要出咯，要出咯。刚刚卡那一下，一定是工程师在调几率了。漆给我刷起来，漆都给我刷起来！
感谢。不管现在在橘子公司加班的工程师是哪一位，我都要非常非常的感谢你。不管你叫什么名字，我永远都会记得你对我的好。即刻起呢，你即使再怎么摧残我自己的账号，我都能够接受了。至少这一位观众下班的时候是往公司的大门离开，而不是上公司的顶楼。谢谢谢谢，感谢聊天室4300人，感谢你们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从黄金苹果这边看到 Lunar Base。 我自己那一颗是从金箱子出的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阴阳师的牺牲呢，就是为了造就这位观众的梦想。还剩那么多苹果，再来一颗轮回没问题吧，金箱子再来一颗没问题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支影片，这个直播的精华影片呢，我自己会自掏腰包办抽奖，好不好？我还不确定要抽什么，但是我会自掏腰包办抽奖。OK， 虽然中的不是我，但是呢，我非常高兴，我觉得非常爽，这样就够了。这绝对是我玩风之谷以来最爽的一次。好，来啦，那我们剩下就抽一抽喽，剩下105颗。好，我们继续，我们把它速抽掉就好，好吧？我就不换位置了，我们就在这边把它速抽掉。有人说这不是我的账号，对啊，我是觉得，对啊，这不是我的账号，但是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个抽到哇葫芦，抽到真的，我觉得就算不是你自己的账号，也很爽，好不好？海底捞月，谢谢。就是就算不是我自己的账号啊，但我觉得只要能抽到，尤其是我觉得他让我抽，他就是相信我嘛。那我如果全部水勾，当然我已经跟他说过了，我跟他说今天 95% 会水勾。但他还是决定抽，那我就尊重他嘛。他觉得他要抽，他就抽。对，我相信每一个问我要不要抽的，我都有问他们说，叫他们自己要决定啦。对，他如果真的觉得要抽，那就 OK 啊。我抽几颗葫芦了，你们看一下。我不确定他一开始身上有没有，但反正这一些就这些，目前身上就这些。所以如果你找我抽的话，我都会告诉你说，黄金苹果一定亏，亏到脱裤子的那种。啊，如果你真的还是决定要抽，那当然我就尊重你的选择嘛。我抽自己的就没压力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已经水沟习惯了，全部换金箱啊！感谢所有今天看影片看到现在的各位，然后呢，也感谢刚刚抖内加会员的各位，来啦，拜托拜托，再来一颗！目前是这个14星两张、16星两张、17星一张，很像是不是？谁跟我讲很像的自己出吧，这看起来很像是不是？今天目前啊，五箱通通都是星卷，就差一张15星我们就顺子，是不是？14 15 16 17，虽然说有一颗我已经非常满足了，好不好？而且是从苹果抽出来的，我相信难度一定远大于金箱子。但是呢，如果能够再来一颗那就太好了。1 2 3，15个50个，那我们先抽这个好不好？聊天室帮我刷一下，你们觉得会刷到什么东西？然后我等一下看一下那个刷梦妖啊，刷队长耳的啊，待会呢全部永奔，好不好？您已被管理员李欧永久禁言。我又断线啦！我知道了，工程师想说，哎呦，这个人刚刚呢帮他调了苹果，结果忘了帮他调金箱子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就再帮我下线一次。那这一次的下线呢，他就是帮我重新设定我金箱子的几率。不管现在在橘子公司加班的工程师是谁，等一下轮回杯赛在吧。不管加班的工程师是谁，理由我在这边先感谢你啊。然后呢，刚刚他们大家都留什么眼球和苦痛，是不是？数到三，一、二。我是李欧吗？我是李欧吗？哇，阳寿用尽，今天叫扶偏大好了，不出门买吃的了，阳寿用尽啦、啊，各位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要来做一件事情，各位，请问一下哦，边边东西碎片，奶茶叫谁？大家都是在抽漆黑碎片嘛，大家都是花辛苦钱嘛，啊，怎么差这么多？好啦，这个触眉头的东西呢，我们还是不要留着好了。我告诉你们啦，刚刚那一次断线呢，就是工程师在调几率的时候了，因为我们的金箱子呢，我直接数到三，十五星，我们是不是缺十五星？就差一张十五星，我们就顺子，是不是？14 15 16 17，顺子，绝口，什么好运不能停？请问下次看起来像好运吗？1 2 3，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全部都是心力啊？我是理由吗？
一、二、三、五、五，刚刚说连抽了给我出来。然后今天还有一位，还有另一位我的好友，好不好？这一位我的好友呢，他说他也要抽，有没有人帮我统计一下我金箱子抽到什么？有的时候我就是好想逃离那一切。你没有瞬移时是不是？我们用跑了过去。刚刚十八瓶出，那我们就在十八瓶继续抽。来啦，换金箱吗？刚刚呢，我们从苹果抽到轮回杯石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要从金箱子抽一颗轮回杯石，好不好？二十二分，我就把这一箱开下去。然后呢，如果出轮回杯石，今天直播影片的精华，我加码抽奖。准备好了，黑黑方方的狗狗肉，不是黑黑方方的轮回杯石，给我黑黑方方了。轮回杯石，轮回杯石，轮回杯石，哦！哇塞！有没有人在卖转福券的啊？我要转来优衣娜啦！天啊！除了感谢聊天室，感谢优衣娜，感谢所有看我直播的各位以外呢，我还要感谢那个在橘子公司加班的工程师，非常感谢。好啦，我们最后有一个抽奖活动，只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到我的脸书粉丝团按赞，再把我自己影片分享出去，最后在影片下方留言留下任何你想对理由我说的新年祝福语，那么我就会从留言当中呢抽出三位，分别可以获得一位观众准备的时尚随机箱，以及一位观众准备的水月图，还有理由我自己准备的惊喜大礼包。那时尚箱以及我自己准备的惊喜大礼包都是全市无锡可以领取的，水月图的话呢则是要到优衣娜来做领取。那简单的话呢，我们这边都准备好了，所以如果想参加抽奖的话，影片下方赶紧帮我留言按赞分享。最后理由我的新年新希望，就是希望今年有机会来到十万订阅，虽然很远，但我相信我们的每一步都会非常的踏实。 OK， 我是六的郭兄，那边记得帮我点赞分享，留下就记得帮我追踪一下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，新年快乐啊！